你是你一提我倒上火了，你说咋的？回来上啥火呀？回来事儿就多了呗。不是，去呢去回不来了，买门票了，回不来了。哎呀妈，没钱买票了，没钱买票了。嗯，去的时候你说几百块钱就能到那儿，回来一人也得一万多。多少钱？一人多少钱？一万多。儿子，这车咋想的？啊、嗯，炮咋想的？大老炮咋想的？鞭炮怎么响？哦，谁是小小壮举手？谁是小小壮啊？举手。高老啊，啊，啊。谁是小小壮啊？举手吧。谁是小小壮，举下手。这玩意儿去了。今天给医院我妈一问，谁是小小壮我儿子？那谁是小石头？我儿又这样儿。谁是小石亮？举手。谁是小小壮？举手。你就是儿子，我看看，我看小壮长啥样。啊，举手。谁是小石亮？举手。快看看。这啊，又来了。玩儿了，真的，哎呀，你看今天好多了。你就说咱俩俩跟出院了，他现在做人都是故意的。嗯呐，有时一口眼睛瞅着那是。儿子，你可快好吧？会变形。哎呀，他得回你姥姥在这。这小孩他不装病啊，你要说他玩儿了，他肯定是啊，大公鸡让他下蛋呢，俺打的让他下蛋吗？啊。蛋儿呢？那鸡蛋哪儿去了呢？啊，你问问姥爷，蛋儿走到哪儿了？儿子，蛋儿在哪去了？鸡蛋怎么没有了呀？啊，等他下了，我放那儿，他下蛋了。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，掰坏了！一下就掰开了。啊，在里面呢。没有那个镜子呢。终于能自己玩会儿了。嗯。再合上吧。哎呀，还睡了？嗯，哎呦，他花大劲了。你啥时候拿出花的？我咱从医院回来，我拿的。我寻思我妈他们不要走了吗？赶紧拿出来吃的，要不走前忘了。本来就给我妈买的，那可不，舍不得。我妈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吃。你要反正你要不拿出来，妈就不再往出拿了。啊，对，那就完了。时间长了这个多忘了，那就好像有点花大劲了似的啊。行，你那啥呗，你等他们那个走的时候，不行再买两个，不给拿回去，他愿啥时啥时吃。行，关键他们不就是走前还要上长村呢？啊，怕化是吧？嗯。那咋整？你带这玩意化咋整？谁要呢？那也不行啊。嗯呗，到时候不行在抖音上买呗，然后邮他家去得呗。能吗？啊，咱买完之后，咱给发快递发过去。不对，就是在抖音卖榴莲的直播间卖。哦，那一样吗？跟这品质，这个他家不好吃。挺好吃的，但是我没买过。哦，那也行，反正这挺好吃的。妈，我妈今天晚上靠的油滋溜有点像牛肉干。它是因为肉太瘦了，没有肥肉。嗯，是吧？嗯。我倒感觉像牛肉干似的。嗯，你胀吗？我胀，怎么还没出来呢？你咋还没出来呢？你再不吃都要化成水了。吃榴莲。吃了。打着了吧？外边吃坏了。那天那啥玩意儿。吃吧，再不吃坏了。啊，吃呗，能有手套。这就吃的呀。那这吃的啥事咋的？我从医院前回来前怎么的？我不知道。妈，这瞪着样大的闹的。这不留点那啥吃？谁领过？你买赶紧吃吧。我喂奶我可不敢吃，我说一吃多我怕我上火，孩子跟他上火。那不是吃点干净的还谁吃？就使劲吃。吃不了，你一会儿冻上，留明天吃。嗯。你说没化那么透就吃。这块能好点？嗯，这块太大了，都吃不了。疼啊！我使劲吃呗。那谁呢？那大壮呢？我不吃。
味儿。我嫌那玩意臭。你告诉我爸了，我爸说买那菜袋就闻着味儿，我都闹我还行，我闻着还僵着，但是我不太，我本身就不愿意吃甜的，不知道榴莲这玩意甜吗？我也尝过一口，我还没吃出啥太甜。那你现在老愿意吃甜的了，吃这玩意儿，完我尝着吃，我妈吃糖，那糖仔细糖呱呱都能吃很远。我不咋愿意吃甜。你大儿回来了吗？妈，我刚刚说你给我刚要吃，看你吃你一提完我倒上火了，你说。咋的？回来上啥回？回来事儿就多了呗。不是，去呢去回不来了。买票了。回不来了。哎呀妈，没钱买票了。没钱买了。买票了。嗯，去的时候你说几百块钱就能到那儿，回来一人也得一万多。多少钱？一人多少钱？一万多。一万多。你大哥今儿给我打个电话。一个人一万多啊？啊、嗯。这仨人得三万多，啥机票都没，他不说去说一人就几百个点儿吗？那回来不行啊，回来妈呀，一人说一万多，就让我呢。那干啥？那不是他昨天不就说说今天回来吗？对呀、啊，是这不回不来了吗？啊，完了，一买票一看太贵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买票这不太贵了吗？我寻思这他都提前买好到家了呢。妈呀，谁到呢？那今儿那啥玩意又管我要钱？你说借钱吗？没说管我要。他们去年那来回机票他姑报吗？我大嫂他姑报吗？你还怎么给他报啊？还给他报？你说今年人也没说让他去呀。他不自个儿邀我去的，是吧？他不是邀请他去的，那呗，不哪是邀请，连人请他们过年过年拉倒。我就寻思，我说的，那你就那啥呗，等多咱见多咱你回来呗，你也不是没地方住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完了，你大哥说，这不孩子想你吗？啊、这搁那还想还想受不了，这又哭好不行，非、哎、得要两个。那你说你不行，把我接去得了呗。那得亏那时候邀请你上三亚，你没去啊？这邀请你跟我爸和我老弟上海南，这仨人机票得多少钱呢？三万多块钱。孩子，不是，您没让你去呀？就算当时让你去了，让人你看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小弟仨人，三万多块钱。妈，你这一年，你说你能挣多少钱？你以为你没去啊？你家省三万多块钱，你让咱去，咱也不得去呀？那怎么能那么贵呢？那谁当我回来说的那啥？坐汽车回不是坐火车回来不行吗？妈，那得坐多长时间呢？不知道，我更不知道了。就咱啊，那我估计他可能出岛的飞机那块儿。谁知道？那是年年回来都这么贵吗？那不知道啊。谁到谁到他那儿？咱也没问过那事。没去过三亚，今天就管我那啥玩意儿。干啥？管你借钱了？那管我借钱？我说我没有，我哪有钱？那啥意思？他那啥意思？他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钱了吗？现在要回来？那我大哥一个月一万多，还怎么了？其实是咋的？意思是，你我这没有意思，那你问我老妹儿，这我借的。哎呀妈呀！我们该抹不开张嘴。我说你能去，你就能回来。让你跟俺们借点啊？哎呀妈呀！嗯。他一年他挣那么多钱，他还差这三万两万呢。不知道啊，我说我可没那大脸。妈真有才，关键俺家指定是咋的？人家这搁你家待的，横着孩子闹的，哎呀，好口音。你给撵回来，不撵回来，横着人家也是没好脸的，不乐意搁他了。那一待，他没招了，这是真的。说啥呢？这不就想回来吗？他去也挺长时间了吧？他是二十左右走的，也多少天了？多少天？哎呀，那去得有半个多月了吧？得有。横今天没让他，再也横人就横是说个大嘴话，说再今天你再过来吧，横是这你嫂子就，哎呀，就要去，横就去了。那你大哥也实啊，老大哥和我实了，我的妈呀！嗯，听不出来。对呀，你嫂说啥是啥，那不就去了。关键好像每年没有这么贵，不懂，就去了。那每年也没管我借钱，咱也没问，咱也不敢问呢。谁到了？谁往江口那撞啥呀？对呀，再问再管，就是我多，你能给我呀？真是啊，是啊，那咱们做旅馆的似的。对呀，咱也不敢问，咱不给人拿钱，咱问人家干啥？不回去正好，不回去搁那边待去。不是，那他咋整啊？他那意思就是现在非得要回来，还是说回不回来我也不管他，他乐乐咋整咋整。
那他咋跟你说的？他就说回非得要回来，他说。嗯啊，完那意思说你给拿点钱。嗯，那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要拿不出来，你就光老妹借点。哎呀妈呀，这家真好意思。你老妹该你的吧。我还寻思谁借我点呢？啊，我说他上哪儿挣钱呢？我他开银行啊。对呀，还有你这妈可这事可别往外写，我妈还嫌磕碜。哎妈，有钱上三亚，完搁那块回不来了。你说啥呢？真磕碜，完还四处借钱往我家回。咱也不知道他挣那一月10000多块钱咋呢？我咱不知道啊。没有脸了。10来万块钱呢，那可不10多万咋的？那不啊，他不是那普通的，他人是电工啥。啊啊，他挣得多，人再还一个月10000多呢。你再还房贷吧，你再吃喝吧，你也还不了那些钱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话的，你这我借钱又弄景要钱，你找我来了，你说的，你这是你关键你哪有钱呢你啊？你还管你咋寻思呢啊？我估计人家可能寻思了。行，今天干啥挣着钱了？别人寻思，他看着你那屋里不又大包的吗？对，对是不？对，他寻我不定挣多啊，做买卖了。你看屋里这样忙这样啊，妈呀，今天可挣钱了。能往出抠点，哎，对对，能抠出点就抠出。你别说，等会儿你在你这边钱，找点借口就抠出俩钱，是不是俩钱？等你把钱别人转过去，人转天人说不回了，等便宜时候再回来。那是啊，那给钱，哎，这还我小的呢，还不管小的啊。我就都顾了你们，那我这想的咋整呢？啊，他说我还住你那房，真的啊，一整劲儿甩通，免甩通，万一将来人家不让我住，我们回农村的话，我攒俩钱，我回农村，我给那房我收拾，我跟你爸完了回那块住去。那你除非说他小弟大了之后还行，要不然的话，现在你真回农村收拾房之后了，你上哪挣钱去？你那农村，你上他县，你真是，你上他县里面都得好几十公里，都得你寻思寻思，你干啥能行啊？上镇里边都老别扭了，你别说上那当就是县里这样，你还你关键现在你不像说啥的，你现在养老了行，你回家了，我种点菜干点啥，是不是？我种点地儿。真养老咱不行啊，活不了啊。就是你小的咋整啊？就是你还得干。你这一半活你是养不了老，你就不行。像你说这，你说这两年要真能挣点钱，攒点钱，自己买个小房。那对呀，在县里面买个小房。我不说，我这时我不那么顾了他了，顾了他咋整啊？我咋整啊？你不行，咱就买个小点瓶子呗，40瓶啊，那就够你跟我爸俩人住就行了。嗯，我老弟大了，你还寻思他也不咋回家，他也不搁啥搁家住了，人娶媳妇了，真是。哎啥的，我也不咋管，我也不管。这脱手了，哎妈，那我能不管我就不管吧，我就得抓紧挣俩钱啥的，我得供着弟弟呢。那好，那再将来娶媳妇人要钱，你还能一分钱不给那说啥呢？这是再说念书啥也得钱。那好吧，要不那瞅着咋光棍儿？嗯呢。上大学一年是不是也得钱呢？那啥呀，得几万的，这一年就得几万的。别说上大学，上那高中一年也得几万的。是吗？嗯。那这还不咋补课呢？你要高这边补课是吧？嗯，那边也有补的。啊啊，一对一啥那么补啊？那可不，那么整的话更养不起。啊，就说啥呢？更整不起了，我还顾着他们，我可不顾了。所以能去呀，你就能回来，回不来就拉倒。回不来搁那，搁那边找活儿，得搁那边挣得多。嗯，知道啊，反正我嫂子也是搁哪儿都是待的。我大哥跟哪都是干活，关键你大哥技术工种啊，他不能上高吗？摘个椰子啥不也行吗？那边俩，你就想可试一出，就不知道搁哪。哎呀妈，真人脑子不这不好，没长脑袋似的。嗯，这我不想磕着，寻思一出试一出，想想干啥呢？人家出啥道儿他就上，嗯，装腔他就放。你说你还有招？